现在市面上很多环保家品都是用竹制，因为竹生长速度快，而且比树木释放更加多的氧气。中环 PMQ 就有一间以竹为主题的家品生活店，除了竹制的餐具之外，还有其他选择。店主朱莉亚说，店铺卖的产品全部都是以竹制，支持可持续发展。竹纤维很多人都有听过，但原来实物摸上手是这么诱惑的，难怪做出来的床单好像丝一样那么顺滑啦。